天好震，刚刚。哦，好耳，好震哦！你不要在我耳朵旁边吹气，好不好？我没有吹气，你看我眼神放一点柔，这样。也蛮像女鬼的你。好，现在那个吹什么气呀、啊？嗨，大家好。嗨，我是医生，我是娜娜。大家赶快分享再分享。你们是不是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我们这边这么明亮呢？对，难不成有这么明亮的鬼屋吗？鬼是他，他快乐自己了，他快乐自己了。我不是鬼，因为我们今天刚刚已经录完了这个鬼屋的外景了，所以我们已经回到了我们的、那个、公司，松了一口气。没错，看看这边多温暖，对不对？对啊、多舒服的环境。会不会有人跟我们回来？没有门，没有门，没有门。对，今天呢，我们是刚刚是去了一间这个废弃的住宅大楼，嗯、然后到时候我们的那个内容。大家看节目播出，可是我们在去的路上发生了一些意外。对，我们的有一个工程车它爆胎了。对。然后老师说这是一个不祥的征兆。对，这是一个煞。吉凶未到，先有兆。先有兆。征兆。而且它很诡异的事情。凶兆。不用帮谢金燕打歌啊。不是啦。而且很诡异的事情是我们路面上面都没有看到钉子或什么。对啊。就车子开过去。这个爆胎，而且它是爆那个胎壁哦，就不是说在路上路面那边，是外面。而且我第一次听到爆胎，是我们下车，你听得到轮胎的声音是，感觉好像有人拿一把刀戳那个轮胎，对，戳那个轮胎，很夸张，瞬间就变。因为如果压到铁钉或是什么尖的东西，嗯、你是在轮胎的那个。那个面，对对对，摩擦面，它是在轮胎的壁墙边的壁、嗯，就很奇怪的奇怪、啊、那种爆胎方式。对，然后那一台车呢，目前为止还没有回到公司，因为他们必须开得很慢很慢，刚刚好像才刚换好备胎，对，自己换很辛苦，因为我们的今天在的那个废弃大楼是属于比较偏僻的地方，而且果然。我们进去那一间发生很多事情，哇，好怪的，很就连现在在拿这个直播手机的，就是他钟宏都有事，他就像是一个磁铁一样，关我屁事，所有东西都往他身上射，不是，而且你也有被射到，不是吗？我也有小石头，而且很奇怪，我一直以为是被东西射，但是我没有听到石头打到我掉到地板的声音，但他的感觉就像有人拿手指头这样子度戳一下，对，好像叫我借过我，没错。哇，对呀、啊，真恐怖哦！啊，对，要先讲，今天晚上有奖征答，我们的题目是，请问今天播出的终极 PK，、哦、对吧？是终极 PK 吗？终极 PK， 终极 PK 内容是什么？我们 PK 什么？我们 PK 什么东西？对对，好不好？你们把答案就是看完节目播出十二点的时候去私讯小编，我们就会抽出两位送那个精美的年历给大家。对，那个年历呢，里面有霍老师的照片，我们照片，康哥照片，限量的哦，只能限量的20本哦，在直播的过程中，不定时直播，有时候都会送出去，我们会在过年前送出20，对，把20本通通送出去。那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，要播出去的地方是去一个类似废弃的训练场，对，军营训练场，对，然后他那个训练场，他把房子盖的就是模拟村庄这样，城市站的那种感觉，所以它有一些楼层比较高，有一些比较低，然后又有壕沟这样子，又有地道，地道哦，地道最可怕，哇，那个地道真的是，我现在想起来当时下去的时候，哇，天哪，怎么敢啊？等一下你们看你们自己，真的那个地道真的太可怕了，对，这一集非常精彩，一定要这个锁定，一定要看，然后记得我们终极 PK 是什么。然后播出结束之后，就要私讯小编，我们就抽出两位，好吗？你这样真的合适。虽然大家一直说你很漂亮，你有变瘦是不是？现在网友有说什么吗？有大家都想说要年历啊。对，如果要年历的话，对大家哇，锁定哦，粉钻。是不是？然后你在一直在抓，你在抓什么？我抓头发。我跟你讲，我今天我买20。哦，赞助这个节目。啦，没有，我是想说，等你们年历都发完了哦，再拿出来卖，不是，再拿到我的粉丝，开箱文，开箱文，直接开箱文，就直接开箱了，你看年历长什么样子啊？
哇！你怎么放这张？我会被康哥揍啦！哪一张？我袭胸康哥的啦、这才有才好看啊！对啊，哎、欸，好可爱！我那天拍完这个被康哥揍，可以打开来看，没关系、啊，可以吗？都一样，可以一样，可以打开。你说把这个打开，这也是不行的。拆开来看没关系啊，就拆开来看。真的吗？它包装好精美哦，还有一个纸盒。不要全看，你知道的，就是有一些惊喜。对。一月的照片是什么？哇，这边。医院的照片哦，有两哇，有两个好棒哦，因为它是可以三角站立的那种，哦、所以他说两面都是医院，然后有不同的照片。为什么我是这种？刚才你在吞拳头吗？我在跟失传已久的吞拳头吗？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公司楼下准备要出发的那种生活侧拍照。老师感冒，想要年历的话，要准时收看我们的节目哦。哎、欸，那另一面。另一面是谢老师，哎呦，你看谢老师，哎、这个不是、哦、被女鬼缠上哦，这是做歌厅秀的。等一下，那后面这边是这个是白影是正常的吼、哦，哎，这个乱奇怪的耶，就观众自己回去找找看、啊。对啊，哎、有白影哎，哎呦，老师现场，哇，是不是有拍到灵异照片、哦？把它做成年历，好可怕，年历都要下班了，哇塞，好贴近我们哦，对啊。好了，不能再翻了，对、哦、对、啊、对，不能再再，哎、欸，好了，对，这一张拍起来我肚子好大、啊，而且老师怎么选这一张关键字？不会，这个是那个很有福气的感觉，不是这一张有，这张是我哎、欸，不行，我要给大家看这一张，太夸张了，我想说哦，这张就是他们两个，仔细看，这我在这里。我在这里，太过分了吧！像女鬼哦、喔，像哎、欸、对，现在好像镜头。他仔细不看，我以为那是墙壁耶，我仔细看他妈那是我，我在笑死。你是做背景是不是？天哪，我是得罪了谁？剪了一张这样子，真的是，笑死，笑死了。所以大家要记得锁定我的粉专，哎、欸，每张照片都很。哦、后面的哎、欸，连海外的观众、马来西亚人、新加坡人，他们新加坡的观众、欸，我的也太多都是没有脸的，我们在太侧边了吧？四月份，好了，不能再看了，不能再看了，对，哎、这个，没关系，先放着，对，笑死我！记得锁定我们粉专，然后锁定我们有奖征答，要锁定我们节目，就有机会获得。这个限量的2018年历啦，好不好？狗年行大运。没有，其实我买20本是要来送观众的。哦，真的吗？哦，郭老师好大方哦，所以你们要加入我的粉丝团。哎，对啊。怎么搜寻？搜寻郭丁路啊。哦，就有了，是不是？对啊。我是玄妙堂郭定路也有，那顺便也加一下我的叫做Eason黄颖轩。如果按完觉得手还是有点痒，可以再按一下。我叫曾子瑜，那如果你的手在痒的话，你可以去曾曾那边取消站，绝对可以。没错，你们好坏哦，人家不在，然后就在那边趁机拉拢粉丝。哎、欸，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办公室直播的气氛好像正常，好欢乐哦，欢乐，压力。平常在那边哎、欸，那个鬼屋直播哎、欸、都不敢动哦。等一下，制作人还坏在路上，你们怎么这样？会不会有东西这样子？然后又没有制作人在场，哦，制作人，制作人很可怜，还在路上，有没有压力？对，制作好辛苦。对，现在几分？大家可以把电视先转。对，可以了，大概。差不多了，对不对？差不多了，再6分钟。哦，可以，赶快去上个厕所。现在上厕所，然后节目就开始了。对，今天是我们要前进这个废弃的训练场，没错。然后今天有奖征答，再跟大家说最后一次，就是我们的终极 PK 是 PK 的什么？这应该很清楚了吧？没错。然后是怎么执行那个 PK？ 够清楚了吧？没错。可以了哦。然后你们就是看完之后，马上12点一定要啪，就是私讯小编，就有机会获得我们这个2018年的年历，好吗？非常的好。还有一点要先按分享。哦，对，分享再分享，忘记讲。分享再分享，对，一定要分享再分享。然后去老师那边按那个按赞，到这按赞，到我这里按。然后要加入我们的粉丝团。对。好的，所以大家要赶快去看节目哦，赶快转跳未来26频道。OK 的。
好，跟大家说拜拜了，拜拜咯，拜拜。